然后材质的话就是有点那种皱纱的材质，皱皱的感觉。然后袖口的地方它有做那个松紧带设计，所以袖子的话会这样有点蓬蓬的感觉。这是我的菜啊，我觉得这件是 Bonnie 的洋装。这件我觉得花店老板娘们应该要买起来。哎，很适合拿花。我昨天去买花，然后我有穿这个洋装，然后我自己在工作室剪花，就觉得拿的花很适合。因为我是觉得自己很像仙女，毕竟很仙。然后它是有做，它是有附一个那个内搭的衬裙的。对，对，黑色它就是附一个黑色的内搭衬裙，然后如果是米白色的话，它就是配米白色的衬裙。因为它的本身重纱这一件啊，它是会被透光的，对，所以它里面已经有附一个衬裙，就是两件一起穿。但是因为我觉得它还算蛮宽松的，所以也不算穿两件，但是不会因为穿两件我觉得肉，因为它里面那件也是蛮薄料的雪纺的材质。这件是不是蛮高领？这件很漂亮哎、欸，这件我觉得后面会没什么修饰度，可是就是求一个仙。对，修饰曲线，对，它没有什么修饰效果，它是叫两件式，里面有一件长版的细肩带内搭，然后搭配一件很宽很宽很宽的洋装，然后它的洋装后面是有这样子很大一个挖背，但是你内搭背你穿上去其实是就是强度是 OK， 就是像小白箱，它是这样会有这样子的效果，对，然后非常宽松，这件孕妈咪也是 OK， 这件你可以，孕妈咪也是 OK， 然后绑带你可以绑前面，就是这个，直接绑在前面，直接绑在前面，哦，可以，就是这样，然后把它抓抓抓多一点。OK， 不同的感觉，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松松的、松松的往后绑，或是紧紧的往后绑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对，是不同的风格，可以到自己的身形去做调整，跟你想要的感觉。如果你不想要穿宽松的话，那你就把它绑在里面。它的袖子是真的比较立体，有点戏剧效果，就是上半身还要比较蓬，对，但它是没有在追求一个修饰啊，它没有在修饰，对，它就是、没有在追求修饰，它就是追求一个蓬蓬的感觉、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近看，它的纱料是这样凹凸的，没错，就是有带格纹，然后凹凸的、所以如果你没有穿内搭的话，一定会很痛，因为它就是一个。除非你今天是一样搭一件窄管的牛仔裤，就是把它当罩衫，然后上面再搭一个细肩带背心，这样搭是可以的。OK， 但如果你要直接当洋装穿，那真的会被抓走。一定要穿，我会先保持。要穿一件衬裙在里面，但我觉得蛮划算的，因为你买这一套就是你就连衬裙都有了，你衬裙可以就可以拿来配别一件洋装。我们刚不是有一个洋装搭配衬裙的，没错没错，就是它的衬裙就可以拿来搭配其他的洋装。怎么帮他搭这件？搭你拖鞋还可爱哦，真的，这是我的名字，是你的，这个是托尼的洋装。呀，这件不错，对，这件不错，这件应该讲好看。好朋友，好朋友，耶！好朋友来了。